方这件就是全台第一件一线到底无拼接车缝还能走时尚路线的无缝衣。有别于一般24或28针制作运动无缝衣，40针圆边一体成型，弹性布料更能织出各种网孔花纹造型，被称作人体第二肌肤。又流行，尤其是又快干又凉爽，一体成型本身的生产上就有点困难度，但是我们呢，为了要创新，所以我们用40针的机台下去做一些改变。除了时尚外形，展场另一头还主打环保概念。这件外套它看起来摸起来就像是真的麂皮，但它其实是用全世界唯一能够被土壤分解的化学纤维做成，独创化纤材质，可织成格状条纹不同花色的仿麂皮，下水一起洗也不会互染。本身在做纤维的时候呢，它就已经把颜色射到纤维里面去，所以它本身没有所谓的下水染整这一段，完全没有任何的废水产生。手套、袜子、背心都暖乎乎，全靠这一片小小的自动加热片。加热手套和暖颈可以调温度，已经不稀奇了。重点是它们不怕水，可以直接丢洗衣机。使用复合金属导电加热线，和市面的硬电线或碳纤不同，电源也使用直流电，只有7.4伏特更安全。手套啦、暖颈啦、甚至背心，我们的加热片都是所谓绝对的柔软。然后甚至在拔掉电池之后是可以水洗的动作。各厂拼技术求环保，台湾纺织业能量持续增强。东森财经新闻杨婷、梁丽台北场报道。